毛毛骑鬼火去了吗？是的呀，没有到哪去，他停在别人家楼下。警告，警告，来听一首《重温镜子》。谢谢奈娜米果冻开通的舰长。妈，直播你们说一下。我说了我直播的呀。妈说了一下，妈叫你说你直播。啊，我没说吗？那你要说。啊，我没说。OK， 我的头发吧，头发挺帅的呀，谁不爱黄毛呢？哇，太爽了啊！你怎么挂格温了？好久没看你玩格温了。咦，回来吧，我的格温。小炮好玩呀、啊！要玩就玩小炮。你摇了一下呀？又不摇了？肯定可以啊！什么小炮是你最好的？嗯，然后就。